小姐姐，请快点帮我办张卡。请问您办理哪种卡？当然是办储蓄卡，事情有点急，越多才越好。越多才越好。哎，怎么还没好？我还有其他的卡要收。快点，快点，大哥，再办了，再办了，马上办好，就给您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很急，快点办理行不行？ Hold on, hold on, 别着急，资料你得先填齐。喂喂，刘同学，是谁让你去办卡？你先让我想一想，不知从哪儿开始讲。从头讲。在为钱发愁，来我这里赚钱盖高楼，一人赚千元当天劫，简单轻松很好学。有没有兴趣？什么路子？银行卡借给我，每张一千，稳妥妥。如果还有电话，再加500，真不假。这么简单把钱赚，出了风险怎么办？只是借卡帮个忙，任何问题我来扛。帮助我也把钱赚，乐于助人为阴阳。我有两张卡不用，现在你就给我弄。兄弟们，我找着一个赚钱的好方法，把你们的银行卡全部给到我。怎么样？就这样。警官，我真不知道，别的我真没想到，除了想多办几张卡，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。真不知道。我知道有点不对劲，但我没想太仔细，一时心窍被钱迷，拿卡换钱太简单，把我眼前困难平。开卡买卖不犯法，劝你千万别犯傻，有了这些银行卡，电诈分子笑哈哈，帮信工具人是你，不懂法不是你，刑法明确有规定，3年牢犯责令。卡收工，辛苦大家。等一下，还想再加一段，现在诈骗分子太猖獗，提醒大家莫帮信。好，行。所有人准备，八进第四场 3, 2, 1, action。初出茅庐的在校生，校门未出就入坑，立字单头迷了眼，轻轻买他就把钱生，狂卖两卡成帮凶，到头还是一场空，见钱心动变行动，保持警惕得慎重。嘿，不法分子暗中瞄准你，擦亮双眼得靠自己，千万别说是不得已，防范之时一定得记心里，银行卡要放身旁，防诈意识要加强，拒绝沦为工具人，远离陷阱做规矩人。